借着天堂2的 IP 威力，天堂2革命这款手游风靡全台，使用 Unreal Engine 4引擎打造的内容有着异常精致的画面以及声光效果。不过游戏的玩法跟常见的 RPG 没有太多区别，天堂2革命在战斗上的单纯也是情有可原，因为即便在端游要说战斗技巧的话，主要就是加上走位的概念，一旦移到手游，这种概念就不太可能跟着移转，然后也不太能加上奇怪的系统破坏 IP 原味，所以自然也就简化。这种单纯的丢着给他打，加上画面顶级的卖 IP 手游，反而变成让大多数轻度玩家接受。GC 游戏频道，燃烧你的游戏魂 ，Battle！